青青，原来一直妨碍我的是你，为什么？青青，不，不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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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冷静点，都是因为那一天，只要没了那时候的意外，我家乖女儿才不会跟我吵架。哼，只要回到一年前的6月22日，改变那一天，我们一定能和好如初。等着吧，青青，爸爸我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前面就是目标时间。站住！喂，叫你们停下，听见没有？你说停就停，当我们是小笨蛋了？什么？啊！交给在下。急去，一闪。妹妹姐，爸爸过世，妈妈姐姐。蒙查查，交给我，逆转光枪。闪电猫。分头行动，这可不行。哼。我们走。我用了一年时间，总算回来了。嗯，离约定的10点还早着呢，只要提前解决掉那些意外，这次绝不会变成那时候那样。12点了。那个青青，你是不知道，今天出了超多烦人事，所以爸爸迟到了那么一点点。为什么？问得好，都怪我那群笨同事，不就是让他们把正确数据给我而已，居然交过来的错漏百出，害我浪费时间去修改。对了，还有。够了，一有问题总是别人的错，和我约好的是爸爸你，不是别人。为什么迟到，你就不反思下自己吗？反思什么呀？青青，你爸爸我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不可能出错，所以有错的只会是其他人。聪明聪明聪明，你明明什么都不懂。算了，我去睡觉了。青青，是爸爸不好，虽然我是迟到了，可我给你准备了超厉害的发明当礼物呢。一边去。青青，爸爸知道自己整天加班，一个人在家很无聊。放心，聪明如我已经有办法了。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是吗？哎呀，别在意这些小事。小事？这才是重点，隆重为我家好女儿介绍万能型陪伴机器人。青青，是谁欺负你了吗？爸爸帮你收拾他。青青，青青，别生气。丹丹，我是你的好朋友蒙查查。嗯，怎么了，青青？你为什么生气啊？告诉爸爸，爸爸马上道歉。青青，只要让这时候的我准时回家，青青就不会生气了。哇！得先甩开他们才行。奇趣特工队，你们别想阻止我。柠檬博士，不，我们是来帮你的，敌人在那儿。啥？哼，小明，坏家伙增援了。怪力女，快撒手。那又怎么样？正好一起解决。巡航蜡笔来了，艾尔。收到，百变重锤，我枪。我们下。好，
想过去。哎，烦人。哦，其他人跑了，那就速战速决。大黄球，救命！抱歉，我的梦幻泡影可是无敌的。哦，凯奇，又来梦幻泡影。哦，奇怪，梦幻泡影对机器人也有效的，唯一例外只有999队长。哎，没办法。博龙，你们去追，我要和这大黄球好好算账呢。嗯，那就交给你了，管理女。奇趣亮晶晶，星光跳跃。嘿，站住！等等，你的对手是我，梦幻泡影。初夏的气息，上年开通的物流磁轨还是崭新的味道。这是一年前6月的时间点吧？为什么制造时空起点可是大罪？哼，大狗狗，为什么不问问你那神奇鼻子呢？逆转光枪。如非在行恶事，凭此速度，在下也许真会相信你是初代特工。不信拉倒，喵，我要做的就是在这打败你。斩恶灭罪乃在下职责。光机奇趣，追踪一闪。太慢了，大狗狗。不，刀已斩出。一去十连斩。一去一闪。这也太犯规了吧。没用的，在下知道你在这儿。哎，本喵倒要看看是你刀快还是我光枪快。还没完。一闪，雕虫小技。不，大狗狗，你中计了。奇趣特工关键是脑子，逆转光枪。就到了，这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，也是意外点之一。只要把那天的意外都解决掉，就可以制造出时空起点，让一切改变。这样青青也就不会被捉了。青青亮青青，星光跳跃。多多米，你们博士，我们来拖延时间。青青亮青青，可爱风暴，隔壁姑娘。姑娘，可可丽生气了。知道，我绝不会让你过去。这对白说太多了，一招收拾你。彩虹剑。光屏连接，课本卫星启动，选择自然力量。第二、第三机关变形，超重力光波发射，
区区小毛贼也小看骑士特工。正确数据输入好了，这下就不会因为要修正错误而加班了。咦？完成了？想不到我那些同事还可以吗？这才七点。晴晴，爸爸回来了。哼，他们可以个鬼，是我把他们的数据换成正确的。喂，你们把正确数据给那柠檬了？怎么会？大家都说好了，故意给他错误的呀。这次算他走运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要给他好看。就是，聪明就可以天天看不起别人吗？故意整我，哼！要不是我还得解决其他意外点。凯奇、闪电猫、嘟嘟、艾尔，对不起。我的感情模块告诉我，被前辈们视为伙伴的你，绝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。时空出现波动，这是时空节点？难道时间是1年前的6月22日？可是很抱歉，规则就是规则。